就是我不确定你们想要学的哪一块的部分，可是我以那个流动的那个程式不然的二进位数字那边开始讲那里好了，因为你们大家会比较想知道的可能是这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这个地方有很多前置作业，这里对每一个东西来讲，因为它必须是一个动画，它要跑，所以他们是每一个物件是分开来的，他们各个都是独立的个体，包含那个跑的东西。那所以前置作业要做很多，我这时候就先开了很多的档案。原本的主视觉图就是直接长这样，对，那个人就只给我这个，然后我们分别把它做出，说我这 escape 这一个字，然后还有就是外面这个框，还有后面这个圆，因为跑的时候我们再来复习一次动画。按错了，等我一下，我们复习一次动画。这里每一个，这是第二个物件，第三、第四，这也是一个，然后这个圆也都是。那你们有发现说，哇，这个跑太快了。你们发现说，这个圆从这个在外面移动，这个圆原本是可以盖过他们，后来他躲到这个黑人的后面。这里是比较复杂的地方，那我们先讲那个流动的瀑布流文字就好。瀑布流文字的话，我是先做出说一个框。看这样子，这是一个 PNG 档，我这个是拉以原本 PPT 的大小的版面去做了配置的比例。那我就知道说那个这个 logo 放的位置在哪边，所以我弄了一个中间的洞。这个洞呢是来盖那个流动文字的。我们这里就有一个图层的概念，就是我流动的那些文字啊，我复制一个这个页面，好，来，我们从这一个一个慢慢看。这块是他的，我们慢慢删掉，一个一个拉出来看。因为这都是每一个档案，他们每一个档案的大小全部都跟 PPT 的版面一样大，所以我每点一个空白处全部都是他们的大小，那就是图层去叠它的概念。好，差不多到了。这里这个黑框呢是这一框是来挡这个01010101这个东西，我们先把它删掉。它原本是这样子一个很长的串图片，那这个各个它不给我点，好，它每一个点每一条都是这样一条的文字，我就是复制贴上嘛，然后排到说跟原本主视觉原本的这个 escape 的宽度一样，这样就是它的大小。然后我这边我有另一个挖了一个空的这个洞原本就是放 escape， 然后只留这个洞的话，就是它就相当于是去遮住01010101，不是这边会很多吗？那我相当于是只有留这个洞的话，它这个储存在那个0101的上面的话，就可以把0101多余的地方盖掉，只留下这个洞这边可以显示。所以这个0101我给它的洞的话，是我随机挑几个，他们有几个是往上跑，有几个是往下跑。那怎么跑动他们的话，就是新增动画。我们点随机点一个，假设是这一排文字好了。他必须他们出现什么的，就是他们是一起出现，这里是就是你自己去安排他们的时间轴。那出现你们看一开始，其实他就是我从头看，一开始就是这样淡出。那就是我刚刚这就是这块绿绿的动画效果，那这效果就是这边点就有了。那比较复杂的地方在于你播放出来它亮出来它怎么样去跑这样的跳动，那个跳动的话其实是我选起来我要的那几个跳着选哦，因为这种瀑布流文字如果你太规矩的话
就没有那种特色了。那就跳着选的时候，我有些是往上跑，看这边的效果选项，他们是线条，线条的话就是这个，你看到这很多的绿点跟红点，绿点就是起点，红点是就是那个终点，它就是他们上下跑。那我的设定，我给他们一个，如果说他们你只给他们路线，他们就跑到那里，基本上就是停下来了。但是我不能让他停下来，我要让他重复跳，让他重复跳动。所以我在这边的效果选项，新增了一个，他原本一般来讲他都是这样啦，无重复，然后我让他重复，就让他一直重复，反正我都盖住了，其他地方那也没差，之后其他的涂层也会把它盖住，那他什么时候停我觉得没差，我就让他重复到最后，就一直让他重复，也就是说这边有个啊，就代表是说他走往下走，他一开始往下走的话，然后接着他往下走走到这个地点了，他结束了，那我倒带，所以他要往上跑，他就形成了一个回来回的动作。那我如果不断重复的话，就是一直在上上下下。然后对这些可能对几个来讲，他们是先往上跑再往下跑，然后其他就是先往下跑再往上跑，所以他们会形成一个流动的状态，就像这样子。因为我把其他图层删掉了，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说他们的跑的位置在这。那我要怎么知道他一定在那个框框内？你点他的时候，这边是个白白白的，你就可以看到他说你移动的结束的点，我在绿色这个点的位置的话，他的尾巴在这里，然后红色点的话，他的尾巴在这里，就是这样判断。那原则上是会有刚刚那个黑框在，只是我为了给你们看，我把它删掉了。我们可以把它回来看看，反正就是有一个框框去挡它。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为了让它有这个 escape 跑出来嘛， escape 的话它还是一个图挡，但是它就是一个 PNG， 我为了只挡那一块，所以我做了档案这一块，它只有这么大一点点而已，因为如果太大的话会挡掉其他地方，那就没有什么，也其实上也没意义，那我就做这一块大小，这个大小会刚刚好可以挡住010101的地方，所以我们会有现在这样慢慢跑出来这个状况，但跑出来是这个效果。那这个效果的话，我是只是选它那一件的随机线条这样。可是其实我觉得可以用更好的方法。如果说我如果把那个 escape 这张图档本身切成一条一条一条的话，它可能呈现的效果会比现在我们看到的更棒。然后接下来是它出来以后。稍等一下，它出来以后，代表说这个 escape 的图层在010101这一堆东西的上面。你们这边其实他们有一个图层，看你按右键，这边都有图层的那个安排啊，因为它不像 Photoshop 或是其他的绘图软体这么方便，说旁边有一个图层拉你要谁在上谁在下，所以你只能慢慢去推，慢慢去堆，然后有时候还跑掉，这就是耐心。那这次的话其实它就只是一个图层去叠它啦，0101的部分就是大概是这样，它很单纯，其实就只是上下跑是这样。那我把后面也讲一讲好了，后面的话我们从四之后开始跑，接下来就是转出来这东西嘛，这个看起来像圆的东西啊，我们从舒适学这个看起来像圆的东西啊，它被我分成了一半，右边跟左边，右边的话我让它是一种旋转出来的概念，所以这里我把时间拉长来看的话，
好，算了，不用。就是来，我们看他们这里有一个很方便的东西，是你可以使用动画延迟或是接续它这样子。所以我们这个图片36就是右边的框，它的特效对，图层36是左边的框，右边的框是滚轮，是这一块滚轮的效果就是呦这样转圈嘛。那36这个是这一块，这一块是插上去，因为我为了呈现这一条看起来像是颜料的东西泼上去，所以我用插去方式。如果你用使用滚轮方式的话，你看看会变成什么样子，很不自然，很不像是泼起来的感觉，所以我决定使用插去的办法。好，然后接下来图片37，图片37是图片37，对，图片37是这一块蓝蓝的东西，这块蓝蓝的东西也是我另外拉出来的，反正就是对方只给我主视觉图，然后我就很辛苦很辛苦很辛苦的慢慢一个一个做出来，这样子一个一个去做出来他们。那这个的话就是要会使用 PS 或是其他绘图软体， AI 也可以， AI 更好，它的向量的话会比较不会有解析度的问题在。好，然后这一块也是我自己搭出来嘛，然后它就是一样是留，我让它有留下来的感觉，所以使用的是看一下插曲，插曲的效果这边还可以选择你要从哪个方向插下来，那我从上面插下来的话它是一种留下来的感觉，所以我使用插曲。也许是写过了太多伤春悲秋的曲调，我没听。好，那我们继续讲原本这一块，所以它这边就流出来了嘛。好，那这边就到目前为止我们看一下。那至于说我要怎么在同时间接上来说，它整到这的同时，这一块也这时候正好刷出来，这样子就是我们这边的时间安排了。像为什么会这边时间这么短这么密集，那就是我慢慢去推时间慢慢去凑。像这个来讲的话，你看它延迟了0.25秒，就代表说它原本是要跟这个图片35同时间出来，可是我发现同时间出来就没有衔接的感觉，所以我是让它延迟了一点点就好，就慢慢去调。你也可以这边有箭头让你上下调，你也可以自己打说你要延迟几秒钟。好，那接下来换外面这个圆怎么跑。外面这个圆呢，你们看到这个很长的这个曲线，这就是它的路径。那路径是使用这个制定路径，我点击然后去拉它。那我从一开始图片我就把它放在外面了，然后我让路径去跑嘛。那跑完但是因为跑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我们再看一次哦，我们跑它的时候它是不是盖住了这个圆，代表它在最上面的意思。但为什么后来我们主视觉图还记得这个它在后面，对不对？我们要让它回到后面去，没有办法，你如果只用一个图的话是没有办法，所以你一个图它是一次就只能在上面啊，你不可能让它在后来变到下面去，它不是 AE 没有那么先进。那所以我使得它跑完这条路以后，我们往上拉一点点，这里是不是还有一个圆？跑完这条路以后它还跑在就刚好定在这个地方。那在这个瞬间呢，我把这个原本这个圆删掉，就是让它离开这边，一个效果叫做消失。消失之类突然就是嘣一声，就也没有嘣一声，就是就突然就没了。然后在同一个时间这个另一个圆
我使用出现，它是出现，所以他们是同时间一个消失一个出现，你看就是看不出说有一个痕迹在，所以会以为说我没有换图片，它就自己往下跑的错觉啊。那这时候这些图片它出现了，那我就让它往下面跑嘛，那我要让它被盖住，所以代表说这里这个刚刚从来都没提过，这边有一个黑圆，对不对？我们为了要把这个东西盖住，其他东西都是透明的，为了把它盖住，所以我必须用一个黑的圆在下面。那它的图层在哪里的话，你们就要自己去调安排这样子。然后它要在下面，它至少要在 escape 下面啊，大概是在瀑布流的上面一层而已，因为它很低。然后接下来这个东西的话，它的图层位置就在瀑布流那一层跟黑黑圈的那一中间，也就是说它要在黑圈底下，那这样它就会躲进去里面。那两颗就是方向相反而已，差不多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再播放最后一次。好，那离开动画的话，就只是单纯的使用这边内建的效果而已。这边，那很多东西其实就是自己拉线啦，而我最常使用这些特别的动画效果都是线条，我让线条让它去跑位置，所以看起来比较特别。好，差不多就到这里，然后其他的话，像这里的话也就只是一个单纯拉线，这个线条啊我是用那个拉自定路径拉，诶不是自定路径，我使用的是弧线，那弧线你可以把它解除锁定，然后编辑端点就不会变成固定，说一定只能长这个样子，不然它原本真的是只有这个样子，然后随便你怎么放大缩小就是长这个角度，半圆的角度，很讨厌。你只要可以使用编辑端点的话，就把它拉到你想要的形状，就像这样子跑，跑一次给他看，这样子跑的。那这个东西，这些字一个一个跳出来，是我不小心做错的动画。要一个一个跳出来的话，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呈现，看起来就像我们在打字一样。那个打字的声音是我去网络上找的，那我就只是加入那个配乐而已，就是插入音讯这样子而已。那插入音讯的话，我再调整一下它的时间，它没有办法跟我这边的字的跑完刚好停掉，所以那个控制是我控制停掉的，我是按掉。但是这个字体啊，它的方法，你看这个是一个框。我刚刚使用这个的话，它是每一个字都是一个框，这样其实非常麻烦，你要做同样的动画做有几个字就要做几次，非常麻烦。那我后来使用的是它一个框嘛，我一次打完了，他们全部使用的动画都是出现。但是如果你只没有用任何特别的选项的话，你点出现它就是一次性，就像这个东西嘣一声就直接跳出来这样子，没有那种打字的感觉，所以我把这边做了一个效果设定，效果选项。打字音效怎么会有？哦，我勾掉静音，这是错的，这里是其实没东西。我使用这个，它一开始的话都是设定在同时间的话变怎样，一起出来，那这个不是我们所要的效果吗？我把它设定成说一字幕，你看，如果它是英文的话，或是英文的话，就是一个单词，可能 dear 就是 dear 就自己蹦出来，然后 diary 蹦出来。那如果我使用的是字母的话，它就是 d e a r d i a r y 慢慢的跳出来，然后字母延迟时间这是自己去安排就好了。好，我们回来它原本设定，又有它有慢慢跳出来的感觉的。那种打字的感觉，那你也可以使用它是单字的状态，那有可能就是一次跳两，像这个，你会觉得它是觉得这是一个单字，是它一次一起跳出来这样子。那像它大学两个字，这是一个单字一个词，单词它就会自己跳一次跳出来。
那我觉得的话，如果说他是打字的话，这样太不自然。那个人打字是神速，就不自然。那所以我使用是分开来的那种效果。那音乐音效的话，就是我设定说我们两个这个东西，就是刚好切到这一页的时候，它就会直接播放。那这个的话就跟它同时间播放，这样就不会有时间上要我控制音乐的问题。其他页也是一样的做法。然后音乐的部分应该不用特别讲吧，这边就只是播放音乐啊。音乐是我特别去剪辑的，这是两部音乐，然后我剪在一起。然后音乐的话，我为了不要让它就是后面剧情都要有那种感觉的话，把音乐的设定也就是效果选项，我让它停止播放在什么时候，停止播放在第13页同影片之后，我总共只有12个同影片而已啊，所以也就是说播到最后。好，那差不多教程就只有这样子，我也不太会教人，就只能这样说一下啦，谢谢你们。